啊、哦，没有。跟大家说你开不开心，再来领奖。啊、哦，我先说说。嗯、哦。那今天也来了这么多媒体嘛，然后现在有这么多的镜头，感觉怎么样？适应了吗？其实我第一次看这么多镜头，有点紧张。Really？ 那毕老师喜欢现在的生活吗？对，有点勉强。今天在搜狐时尚盛典现场，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合作的艺人呢？今天大家都很优秀，我希望未来可以跟大家有机会可以合作。是想跟谁合作呢？都可以。好的，老师们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平时会看粉丝的评论和留言吗？对，我偶尔看，然后粉丝一直催我，就是发一些照片。但是我平时工作的时候，我不能露出来，就是衣服，所以我就是只能在休息的时间拍，所以发的动态很少。那李老师最近还有散步吗？啊，有。北京这么冷，不冷吗？还行，还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我们的利路修，请移步开摄间进行视频拍摄。好的。